大叔，咱这个巧克力什么时候用的？我什么时候？啊，什么时候用的这个巧克力？我去年6月份吧。啊，用这一棵树上用了多少啊？3斤吧。3斤，感觉那个效果怎么样？效果挺好的，杠杠的。杠杠的。啊。它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叶片啊，怎么样？叶片长得大，再生成果核。挺大的，挺大的，表光也行是吧？对，到时候吃起来那口感怎么样？口感还行，还行哈。后期还继续使用吗？对，继续使用哈。每年用啊，每年用，年年用哈。对，哎，好。